8点准时更新，我是贞子。今天是周一，日常没有什么游戏新闻，我们来看看上周有哪些打折游戏漏掉的没有介绍。模拟对抗游戏《史诗战争模拟器》达到新史低26元，本作近期的好评率持续走低，30天内的好评率只有46%，远低于总好评率70%。个人觉得原因还是内容比较单调，玩法的新鲜度一过就不行了。而且好多人是看了视频跟风购入的。模拟1000明朝大军大战5000僵尸，好玩是真好玩，但是也知道了自己的电脑配置该更新了。脑洞清奇的剧情向冒险游戏《魔法阵》达到新史低17元。像我们 B 站知名的汉化热心网友迷之声就做过这款游戏的实况，游戏有点讽刺游戏公司制作游戏过程中的恶习，讲述我们的玩家进入了一个还在测试的游戏。这款游戏已经制作10年时间，期间制作组内部4分5裂，而玩家则需要进入游戏去完成它。魔法阵内置了游戏编辑器，玩家可以任意修改未完成的部分，还能在未完成的游戏中碰到游戏主创和狂热粉丝等人物的化身。很遗憾，本作没有简中语言，而且整体画面是偏黑白色调的漫画风格，不是一般玩家群体会接受的类型。对打破第四面墙类型游戏感兴趣的玩家还是可以了解一下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三款接近史低的游戏，都是老面孔，所以简单介绍一下。人类一败涂地每日特惠24元，这个价格已经是这款游戏火了以后的史低价了。近期人类一败涂地没有什么更新，感觉开发者大赚一笔之后应该会有大动作了，可以接下来期待一下。另外一款每日特惠游戏空洞骑士32元，比史低还贵了1块钱。如果你喜欢平台动作游戏，其实非常推荐空洞骑士的，不管是游戏画面、音效或者是打击感都相当的优秀，能干上几十个小时。曾经引起热议的电竞俱乐部特价促销28元，本作在去年6月份上架后遭到了许多的差评，主要原因是游戏主打的亮点之一电竞比赛中的模拟对抗太坑爹了。就像评测区的一位玩家所说的，为什么职业选手能够蠢到搬自己擅长英雄，还一搬就搬仨？在游戏发售后的将近1年时间内，制作组也在断断续续的更新，但 AI 真的好蠢啊。日式拉面店经营游戏《拉面屋》近期上架商店28元，本作也是属于上个时代的游戏，和之前介绍过的《中华一番客栈》一样，都是最近移植到 Steam 平台。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3名角色中的一个开始游戏，在自己的拉面店中尽快解决顾客的需求，料理各种好吃的拉面。游戏可以自由布置店面，雇佣并管理店员，与其他 AI 控制的店面一起争夺地区排名。接下来是两则更新官方简中语言的消息。今天鬼泣123的合集鬼泣 HD 合集162元，更新 1.8G 内容，其中就有官方简中语言。这次卡表炒冷饭又不用心，鬼泣 HD 合集仅仅只是提高了分辨率和帧数，贴图和建模还是10年前的老样子。本作的国区价格日常偏高，建议鬼泣死忠粉们上零售商网站购买其他区的 K。 搞笑类型的卷轴冒险游戏地球灭亡前60秒近期更新了简中语言，游戏中美国宇航局表示陨石将很快与地球相撞，地球将要被摧毁，我们在地球灭亡前只有60秒可活，你会在60秒内做什么呢？怎么感觉这个剧情好像和日和漫画的世界末日片有点像呢？在这个60秒内，玩家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当然也有 AI 会对应你的行为，一共有9个结局等待玩家去解开。在视频的最后，照常请一波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XECT 中回复通勤两字，即可参加今天10枚迷你地铁 K 和100枚喜加1K 的抽奖活动。那么我们明天再见。